大家好啊，欢迎嚟到天神国，我系天神。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睇下台服啊，即将嚟紧嘅大更新啊。咁其实咧3月18日咧就已经系停机更新咗噶啦，但系嗰阵时又未有嘢睇，咁佢就要等到咧21日咧，咁先大部分更新嘅内容咧就会一次过推出。我哋今集就会抢先睇下咧将来会推出啲乜嘢啊。咁就中意嘅记得俾 like 同埋订阅啦。好啦，咁啊首先望一望个更新内容先。咁就會有一個限時活動啊，咁啊新增呢個雙月慶典同埋呢啲相關資源啊，咁啊一齊咧去睇下一個巴哈嘅活動 page 嗰度望一望先。好啦，咁我哋望到啦，呢一度就有個 GNN 記者報道啦，咁就3月19日登出嚟嘅，啱啱登嘅啫。咁呢個新射雕群合傳咧又有改版雙月慶更新，咁就釋出全新嘅在地化時裝，即將登場。咁就會有個全新時裝啦，台灣同埋咧香港咧都有個專屬設計嘅時裝嘅。我哋見到啦，3月21日咧，咁就遊戲上線滿2個月就會推出呢個雙月慶典啦。雙月就係解佢推出咗2個月啦，喺呢個台港澳地區。咁就有一啲本地化嘅時裝啦、稱號啦、頭像框等等噶嘛，送俾你。咁都會開放埋嗰個秘籍系統啦，佢叫秘笈系統啦，台服可能叫。咁之後咧，其他嗰啲咩藏經閣啊嗰啲都應該開埋俾你噶啦，即係嗰個達摩啊，群策群力達摩最新關卡。咁就仲有一個全新玩法幸運隊對碰等等嘅，我哋一齊碌落去望一望啊！台灣主角時裝稱號頭像框全新釋出，咁你望到呢度唔使擔心，我哋有香港版嘅，我哋先睇咗呢個台灣版嘅先，咁就有呢一個啦，台灣版嘅主角時裝，咁你有一點咧，佢話係一個民族風格嚟嘅喎，咁啊俾翻你睇翻呢個台灣文化。神秘的圖騰和這個釘珠裝飾，哇，原來台灣以前的民族是這樣的民族風，啊，我覺得呢我剛剛看完港版的型一點，這個呢可能台灣呢有情懷呢那些人都會喜歡用，還有都不肯定呢是不是台灣拿回台灣香港拿回香港，因為那時候我們剛剛，開服的時候它就有個不同地區都送回不同稱號，不過都是給你自己選的那時候。好啦，我哋再望一望啊，佢呢个就攻击加400护甲加200血量加400，我睇下有冇唔同先啊。之后咧，港澳主角时装呢个称号头像框又系全新登场啦。咁啊，港漫时尚咁啊，走时尚风就唔同呢个台湾咧，咁就走嗰个在地文化风喎，唔同喎。今次我哋系搞潮流喎。咁你见到啦，有一个流星时装出现啦，咁啊取自呢个咧诗仙李白啊，喺个诗出嚟咧，即系李白嗰首诗咧攞灵感嘅。咁啊见到咧有少少唔同喎，咁佢今次我哋就系攻击加1200，护甲加200，血量加4000。咁呢个台湾咧，咁就系攻击加400，咁呢个我哋攻击加1200，但系我哋血咧就冇台湾咁多。咩咧？台灣就主打呢個血量啦，咁我哋依家就香港就拎主打呢個攻擊。咁老實講啊，我係咪都拎香港版啊？因為真係靚仔啲喎，香港版呢個型好多喎，好似咁就加攻擊啦，咁啊血量都有加嘅，咁就應該都係免費送俾你噶啦。好啦，之後咧佢最緊要呢度雙月版咧，咁就有個全新玩法，呢個幸運對對碰歷練塔嘅。咁呢個幸運對對碰咧，咁就好似嗰個老虎機咁樣啊，咁啊拉一次咁，咁我就仲未清楚即係詳細嗰個玩法，但係呢度咧大家望下，我見到楊過嘅時裝喺呢一度，好似都可以拎到啊，係抽出嚟啊定係點未知，但係好似都有得拎喎，咁所以咧到時睇下會唔會真係會好似呢個圖咁樣。有個楊過時裝咧，咁啊攝咗落去，甚至乎小龍女時裝都可能喺度出都唔定，咁我就唔肯定。但系我依家呢度咧，咁就立到眼啦。咁就暫時嗰個雙月慶典咧嘅資訊就係咁多啦。咁就大家咧，可以等21日真係正式出咗嗰陣咧，我哋再詳細啲去睇，咁啊碌落去啦。咁就等級上下提升至120級啦，咁就俾啲副長去升上去啦。咁就開咗呢個秘籍。咁啊，秘籍就大家都等咗好耐啦，等嗱咁啊，合拍等级达到90，同埋开服60日。咁即系就算你等到90級都好咧，你都未开嘅，要你开服60日啊。即系有阵时好多人喂，点解我冇你哋有咧？咁就系嗰个开服时间嘅问题。呢只 game 系跟你开服时间出嘅嗰啲功能。咁就你要开服满2個月同埋90日先会有。
咁呢個秘籍我之前都出過片咧，咁就講過好多噶啦，唔同流派我都有分享過嗰啲秘籍技。主要升秘籍就係為咗嗰招秘籍技，咁啲秘籍技就勁好多嘅，令到你只角色。咁但係就貴嘅。好啦，咁陣法啦，第三，咁就陣法界面新增呢個規則說明啦。咁就可以喺呢個玩家詳情界面度查看呢個陣法，即係可以 check 到人哋嗰啲陣法練成點啦。咁之後就有一啲改善工程啦，咁啊陣法材料不足啦，彈出購物面，唔知佢講乜，但係到時再望一望啦，都係一啲界面上嘅一啲 update 啫，咁呢啲即係全功開啟第四重，哇！屌呢啲完全唔關我的事啊！咁啊挑戰與試練，咁就開埋呢個冠絕群雄啊，咁就開服30日，應該大部分人都開咗噶啦。咁冠絕群雄咧，其實就係嗰個巔峯對決嘅延伸版啦。咁啊巔峯對決打完之後咧，咁就再整一個跨服嘅版本出嚟啦。咁就都係啲課長打噶啦。如果你唔係課長咧，咁啊應該唔係好關你事嘅，老實講。咁就呢個群策群力又有開咗一關因新嘅少林藏經過，即係嗰個達摩啦。咁喺達摩嗰度可以打到嗰啲秘籍咧，咁就換到一啲可以抽嗰啲秘籍嘅竹筒出嚟。依家就俾大家望一望我哋講緊咩先。咁啱啱講嗰個少林藏經過就係群策群力入面，即係記得呢一個有個少林藏經過，咁就下一關即係勇闖古墓派嘅下一關。咁我唔知即係。過到滿月之後咧，開放會有埋漫天花嘅，因為咧托六服咧係有漫天花雨打嘅呢一關係。咁呢個竹呢、這個竹簡啊，唔係竹筒啊，竹簡咧，咁就用於呢個拜讀秘笈中獲取呢個秘笈嘅，咁啊超級重要，因為咧一個竹簡其實係值800元宝嘅，咁啊值10-20元一個嘅，咁就俾你用嚟咧可以抽呢一個秘籍啦，咁抽秘籍就16抽就保底可以抽到一個金橙色專屬秘籍，咁但係抽唔抽中你想要嗰只咧都難講，咁就有啲話喂。咁你講到好似有得專心練邊隻咁嘅，唔係隨機出嘅咩？咁到時咧，如果出咗嗰個限時，即係拜讀活動咧，咁你就可以有機會拎到嗰個任選，即係秘籍任選啊，專屬任選。你可以揀咧，你想要邊一隻嘅專屬任選啦。咁但係呢啲都係課長專利，即係課長買嘅。咁但係如果你想升，你課都無可厚非，都冇計。咁就睇自己咧嗰個財力銀彈啊。咁但係呢個係有得揀練邊隻嘅。如果你係課長嘅話，因為佢係有個任選俾你嘅。好啦，咁之后呢个就系嗰个少林藏经，之后冠绝群雄就60日开啦，都系即系3月21号开啦。如果你第一日开服嘅话，唔系呢度，系呢个冠绝群雄跨服战，咁啊叫咗2日后开启啦。咁就系关呢个巅峰对决事嘅，咁你入到一定排名咧，咁就可以打呢个噶啦。都系拎即系可能拎下啲奖励啊、材料等等。咁但系咧，要争咧，即系你要同啲货长争噶啦。咁就一齐期待下将来我哋嘅大更新啦。咁就应该21号，记住重复多次系开服60日。如果你唔系第一日开服咧，咁就冇咁快跟到嘅。咁希望大家都熟翻啦，因为好多人真系问喂，点解我未有你又有噶？咁因为个开服时间唔同啊。好，今集分享住咁多先，咁中意嘅一定听神过。